香港商铺快问快答啊！大家好啊 ，Erin 啊，洗手间喺店铺里边咧，系咪必要同埋需要嘅咧？嗱，洗手间喺铺入边咧，你可以话系需要有好事嚟嘅，因为下下员工要去洗手间就拉闸离开间铺唔方便啦。但系咪必要呢？就睇你咩嘅行业啦。如果你一间餐厅一个普通食肆牌照，或者一个小食嘅牌照，即系大牌、细牌坐人嘅话，你需要有两个洗手间。男女各一個嘅。如果純粹一個外賣牌照，即係話食物製造廠牌話，一個洗手間就得啦。除非咧，你喺同一個大廈入邊借用到佢公家嘅洗手間咧，咁你自己鋪入邊就唔需要自己有啦。但係本身根本你間鋪頭係唔需要攞任何嘅牌照，零售啊、服務業嘅話，咁洗手間冇咧都冇所謂嘅。呢個員工去邊度去側邊借又好，去公廁有嘅時候，法例上咧就冇任何規定啦。哦，唔怪得知啦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啱啱嚟香港而家揀個鋪咧，你就會發現到原來即係做零售嗰啲咧，係原來咧鋪裏邊係唔需要有洗手間，但係做食肆咧通常都會有洗手間喺度。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租鋪買鋪位，依一點你都要多加留意啊！